你用什么东西按呢、啊？哦，他用手，我用手按啊。哦，你不要出去了。对啊，你不要回来啊。我没有在演戏啊。没有人觉得你在演戏。这也好痛。我这边干嘛了啦？啊！哎，有没有吵到你们家了啦？不会。他们居然在笑。啊！这里好痛哦，这里真的好痛哦。你手上抓什么东西？你怀疑人家？好像老人哦，好像老人。啊！而且真的好痛。你才下半身。哦，这样就不能跑了。啊！真的好痛哦，我忍不住。我真的忍不住啊！小哥，你这样不会痛。不是在演戏给你看，哎、欸，他完全不会痛的样子。哦，这个你手上有拿东西吧？哎呦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对吗？你要干嘛？现在紧张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就这个靠背。李小龙上身了。那边很痛，我刚刚就是那边超痛。他还好。我那边超痛，我那边完全是筋酸软的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他很故意哎、欸，他就是越扶头他就越。那我慢慢加深嘛。好。那个是超痛的对劲。哦。哎、欸，有痛！好，那就到这吧。啊，到这。这边是这样。哇，为什么你越来越痛啊？哦，不是我越来越痛，是你越来越痛。哦，语无伦次。哦，因为那边真的很痛，我懂。你就一次痛完嘛。不是啊，静静给我痛好多次了，不是就痛完的问题啊。对啊，三秒钟一次痛完。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你就三秒钟一次痛完啊。不是，你下次你来躺这边看看。你躺就知道，我就来这边。说风凉话。不要三秒啦。你这样要推很久、欸。对啦，赶快啦。好饿。崔瑞。崔瑞，好，我们等。直接给他三秒。他刚怎么样攻击我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是我34.1哎。你不是要帮我报仇吗？好，我就冲你这边。来3秒，3秒。对。哇，他还自己跑走。